这里有着浓郁的闽南文化氛围，这里的华人保留了醇厚的传统春节习俗。除夕将至，家家户户花灯结彩，围桌守岁，迎春入室。农历丁酉年新年，净空老法师一行来到气候温暖、常年绿意的马来西亚，与马来西亚汉学院全体师生共迎新春。除夕中午，汉学院特别安排了当地特色的舞狮表演。舞狮用橘子摆出一个旺字，寓意为汉学复兴带来兴旺的好彩头。春节感恩会上，老法师与汉学院师生邻里共进团圆饭，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还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和马来西亚同修们在一起过年，明天是大年初一，希望同修们从自己本身做起，做出最好的榜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可以做得到的。大年初三下午，马六甲首席部长伊德利斯哈伦莅临马来西亚汉学院，与老法师和汉学院师生见面交流。首席部长在交流会中说，通过知识和道德价值观的传授，希望汉学院教导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可以帮助马六甲州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老法师与马来西亚的因缘非常之深，早在1993年11月就曾应邀至吉隆坡宣讲弥陀要解精华。不仅如此，中马两国的关系一直坚实而强大，一带一路更进一步坚定了两国在文化及经济领域合作的信心和动力。1月24日，老法师与马来西亚政界及侨界领袖在吉隆坡聚餐会谈。交通部长廖中来、华总总会主席方天兴等人出席了午宴。1月29日，大年初二，交通部长兼马华总会长廖中来伉俪一行又特别南下马六甲拜访老法师，贺岁祈节喜。双方就如何在马来西亚推展华文教育、安定社会人心，展开了真诚的谈话。2月4日，净空老法师一行从马六甲前往新加坡。次日，老法师应邀参加主题为“与慈悲同庆”的新春团拜晚宴。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以康、国防部、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孟里奇博士等200多人出席了晚宴。老法师在致辞中介绍宗教经典360，并强调世界和平有赖于宗教团结。2月6日，新加坡回教领袖哈比哈山长老陪同老法师参观新加坡多元和谐馆，这是全球首家致力于促进多元宗教和谐的展览馆。在第四展区最受欢迎的和谐树前，老法师题写了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老法师接着访问了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与哈比哈山长老及新加坡各宗教领袖欢叙，讨论如何推展宗教教育。哈比哈山长老赞叹老法师尊重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生灵，多元和谐展览馆所展示和谐的内容背后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老法师的理念。老法师鼓励着我们，使得我们在行使神职任务时朝着同一条路线前进。
祭祀祖先，如同一扇大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全人类一体而多元的价值观。3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个国家的大使团、牛津大学副校长一行，莅临澳洲昆士兰地区图文巴多元文化活动中心，观礼祭祀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的大典。澳洲原住民长老以传统习俗为大典祈福，图文巴市长安东尼奥担任主祭官，马达加斯加前大使发表祭祖意义的感言，任通赞的礼声全程用英汉双语高唱指令，一时间仿佛讲着不同语言照造东西方文明的赫赫始祖，超越时空，光披大典。6月9日至11日，2017伦敦护士惜灾30系念暨孝亲尊师知恩报恩祭祖大典在英国伦敦 Excel 展览中心举行，近10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共襄盛举。此次大会增设了智慧之旅、汉学对人类的贡献2维及3维主题展区，吸引许多观众体验学习。老法师莅临现场观礼说，希望这样的祭祖活动年年都能在伦敦举办，以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多元宗教融合团结。首日中方祭典，中国驻英大使馆侨务参赞卢海田致辞，肯定祭祖对社会和谐与东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祝廷任主祭官。次日英方祭典，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麦迪文休斯校长任主祭官。校长说，正是在回顾过往与展望未来中，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成为现代人类价值的核心。9月28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内响起了庄重的鼓声，教科文总部历史首次全世界各族万姓先祖祭祀大典正式开始。全球近1000名各界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跨历史、跨地域、跨民族、跨信仰的文化盛典。老法师亲临祭祖大典现场观礼，并于世界万姓先祖祭坛前上香，向全球先祖致敬。大会还邀请佛教、伊斯兰教、锡克教、道教、巴哈伊教的代表在祭典前为世界祈福。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沃伯斯阁下任主祭官，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秘书长帕洛普·泰阿瑞任监理官，塞尔维亚、柬埔寨驻教科文组织大使、净空之友社秘书长、威尔士大学校长、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会长等贵宾任陪祭官。诚如老法师在现场所说，世界各民族各宗教都注重孝，注重对祖先与父母的亲爱，将这种爱逐渐扩大，去爱一切人，这是世界和平的基础。愿教科文组织首开祭祖先河的善举如春风般，让孝敬之花开遍全球。左传曰，亲人善邻，国之宝也。与邻居邻邦保持亲善友好的关系，是修身治国最宝贵的思想。早在15年前，
老法师在澳洲图文吧就提出温馨晚宴的构想，每周六免费招待邻里，建立良好的沟通。7月13日，英国兰彼得小镇举办了首次温馨晚宴，镇长、威尔士大学校长、教职员工与小镇居民近300人齐聚一堂，传递温情。老法师说，到兰彼得的目的是为了与大学共同振兴汉学教育，以及推展多元宗教和谐。兰彼得镇长海克·哈里斯肯定地表示，你们来对了地方。英国汉学院长老院长周春堂教授提到，我们极为尊敬此地优秀的音乐、诗歌等传统，来到此地想真诚地向大家学习。晚宴以威尔士国歌《父辈的土地》作为美好的尾声，也唱出了这片古老土地的厚重与包容。九月是收获的季节，英国汉学院2017秋季开学典礼如期举行，仪式遵循庄重古礼。老法师在典礼中期勉学生，要发大心，立大愿，扎大根，固大本，修大行，正大果。在英期间，老法师还支持了由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子殿下及休斯校长所发起的和谐博士计划，期望能借此培养各宗教讲经教学的人才。7月10日至11日，威尔士卡马森郡兰德福瑞中学举办了一场和谐食物、和谐农耕的研讨交流活动，老法师应邀参加。10日上午，查尔斯王子殿下到场致辞。王子殿下感谢老法师给予活动的支持，以及对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和谐博士项目的赞助。9月7日至8日，应查尔斯王子殿下之邀，老法师前往王子殿下位于苏格兰东埃尔郡的庄园会晤。在邓姆福瑞宫宴会前的酒会上，王子殿下与老法师见面，对老法师远道而来的行意一再表示很受感动。王子殿下还安排他的老朋友爱尔兰总统希金斯与老法师见面。德不孤，必有邻，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与他为伴为邻。相信和平和谐的德风德语会携手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天地万物千差万别，多元性是世界自然本有的特点。净空老法师提出的多元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的原则，与孔老夫子提倡的君子和而不同理念完全一致。人类只有尊重、理解、接受多元性文化和信仰的存在，才能在有限的空间中寻求平衡与发展。2012年5月，在泰国曼谷举办的多元文化论坛上，老法师首次将图文吧各界代表愿意将图文吧建设成为和谐示范城的重要信息介绍给了台下就座的各国大使。5年后的3月，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个国家的大使和嘉宾抵达澳洲，开始了为期9天的澳洲多元宗教和睦共处考察之旅。3月15日，大使团与澳洲外交部、环境与能源部、教育培训部、法务部的官员进行会晤。
3月16日，连日阴雨的图文巴迎来了艳阳天，大使团乘机从堪培拉飞抵图文巴。图文巴政府、宗教、社区代表等组成了近200人的欢迎队伍。晚上6时许，澳洲净宗学院举办欢迎晚宴，老法师在门口迎接大使团的到来。老法师在欢迎晚宴中说，我们在图文巴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希望做出一个榜样，提供给世界各地区参考。当晚，安哥拉大使、马达加斯加前大使、圣公会主教与老法师同月生的缘分，为欢迎晚宴平添了吉祥的喜气。3月17日清晨，图文巴合作社团主办了大使团早餐接待及和平植树活动。图文巴团结联盟主席约翰明兹主持了活动。主席说道，图文巴是个拥有真心的城市，正是这颗真心让我们得以实践信仰与价值观。多元性让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好。阿曼大使感慨地说，我们身处于这样一个城市，你们把我们口头上所谈的和平和谐变成了现实。我们会将此行的经验带回教科文总部，并告诉世界，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和谐是可以实现的。活动尾声，阿曼大使、图文巴市长和老法师共同栽种了生命力旺盛的瓶子树。尊重、多元及和谐，让图文巴成长为一个幸福、繁荣、和平的示范城，这正是我们以及子孙后代共同的理想。植树活动结束后，大使团参访考察达林高地小学，这是一所典型的多元文化族群和谐共处的学校，学生来自40多个不同的国家。主持人邀请孩子们分享在此学习的感受，孩子们说，我们敢于表达，在这里我们大家彼此紧密相连。参访活动的最后，一曲校歌《我们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来》为当天的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3月18日下午，大使团、牛津大学副校长一行与图文巴多元宗教领袖代表等进行面对面座谈。安哥拉大使说道，我曾疑惑宗教团结是否真的可能，但昨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学校，孩子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说着不同的语言。透过这些孩子们，我看到了多元信仰的族群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良好互动。3月18日晚，澳洲净宗学院举办的欢送晚宴热闹非凡。图文巴市长、多元宗教代表、净空老法师等各界嘉宾莅临现场。学院特别邀请了具有澳洲土著特色、传统苏格兰特色、中国特色的文艺表演，为欢送会助兴。
3月19日，是大使团牛津大学副校长一行访问图文巴的最后一天。在高地精舍，大家与老法师进行了简单温馨的谈话。谈话中，大使们一致表示，希望能更好地将老法师和平和谐的理念推广到世界各地。大使们的共愿，6个月后化为了掷地有声的行动。9月的法国巴黎，掠过微凉的秋风，空气中传达着一种自然的平和。此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内正在举行为期3天的国际和平会议。9月26日，首场会议以缅怀已故泰王普密蓬阿杜德为主题，纪念他一生人民爱物的伟大功绩。泰国驻教科文大使、教科文总干事艾依琳娜·博科瓦女士、执行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沃伯斯阁下等分别致辞。翌日上午的和平会议，教科文组织大使团对3月访澳行程进行主题发言。安哥拉、柬埔寨、科特迪瓦、科威特、阿曼、塞尔维亚、也门驻教科文大使分别畅谈参访感受。科威特大使发表感言说，澳洲之行太难忘了，我在图文巴看到了平等、宽容和博爱，老法师在图文巴创造了我生命中从未见过的东西。柬埔寨大使说，图文巴是真正具有宽容、和平与爱的城市，在图文巴我看到了种族之间、居民之间真正的对话。老法师和他的团队在澳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希望能一直做下去。图文巴各界人士上下一心，做出了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的典范。教科文组织各国大使也愿尽其所能，聆听、思维、落实老法师和平和谐的理念。众缘和合的力量与信念，定能唤醒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主题发言的最后一个环节，主持人向大家介绍，在访澳过程中，大使们谈到为镜框老法师在教科文组织设立一个办公室的想法。经过数月的筹备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高度支持，以和平及和谐发展为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镜框之友社正式成立。成立的消息在9月2日法兰西共和国报纸上发布。9月25日，在教科文组织的邦万大楼举行了镜框之友社揭牌剪彩仪式。永久荣誉主席镜框老法师、首任主席也门共和国驻教科文大使共同为办公室揭牌，多位驻教科文现任大使与老法师共同剪彩。大家对能与老法师一起工作，努力实现世界和平，充满了希望。历变穷通，兴事只在平常中。多年来，镜框老法师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推广佛陀教育、宗教团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镜框之友社的成立，象征着老法师所倡导的宗教回归教育、宗教相互学习、宗教团结互助、复兴传统文化的理念，将更广泛地传播并实践于世界各地。明日的幸福与和平取决于我们当下的起心动念。选择恶性竞争、斗争、战争，人类有受不尽的灾难。放下恶性竞争、斗争、战争，人类有享不尽的福报。让我们共同努力，真正落实神圣的教诲，
打造一个多元和谐、共存共荣、充满爱的世界。我一生非常感激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我都不能成就。介绍入门的方东梅先生，方老师当时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门的。张家大师三年帮助我奠定基础，李老师那年十年帮助我成长成就，我念念不忘老师。韩馆长在非常艰苦30年的护持，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要，我告诉他，我只要每天讲经不中断，这一点他帮助我了。没有这个锻炼怎么能成功？时间过得很快，26岁接触到佛法，33岁出家了。出家那一天就开始教学，就开始讲经，到今年2018年58年。